赵志勇喜欢丁放，但是丁放心中只有顾耀东。于是因妒生恨的赵志勇在莫干山事件之后写了张条子给副局长，出卖了顾耀东。幸好夏继崇帮顾耀东圆谎，才让顾耀东逃过一劫。钟百明上任之后，他就将赵志勇接纳过来为他所用。心思单纯的赵志勇还以为遇到了伯乐，就开始对钟百明唯命是从。赵志勇的母亲患了很严重的胃病，需要大量的钱治病。钟百明知道赵志勇缺钱，就给他钱，然后升他为队长，这些都让赵志勇看到了希望。然而钟百明对赵志勇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利用赵志勇，让他当替罪羊。最终赵志勇获知钟百明向他隐瞒了其母已经去世的消息后，心态崩溃，在与钟百明的争斗中不幸坠楼身亡。